为何绝我所痴？为何夺我所真？情缘是真，只是短暂，怎再追究责任？难料内心。情是他不为怎样，只爱哄着缤纷。哎，天太爷，天太爷，你做咩咁嬲啫？唔嬲就阿萧啦，又话预备咗啲嘢俾我食嘅，等咁耐，木丞相都未嚟。唉，嗰个木丞相又系嘅，应承咗你仲未嚟嗬？啊，等阵佢嚟，我哋罚佢。罚佢有乜用啊？我咪一样冇得食，唔得，我都系木丞相。哎，殿下爷，你唔去得噶。丞相而家同你父王商谈紧国事，如果你去骚扰佢啊，你父王会责怪你噶。咁而家我点啊？啊，不如咁啊，你翻去房先，我等阵揾到丞相咧，就叫佢送嘢俾你食啊。咁都好，咁就记得咯。你乖乖地翻去先吓。哦，我一揾到丞相咧，就罚佢送嘢俾你食。嗯。丞相，你同朕启奏咗差不多一个时辰。本来微臣都唔想令皇上太过费神，不过微臣又唔想独断独行招人非议，所以都系请皇上容许微臣再向皇上启奏。你讲，有一个宫中嘅禁军，竟然同一个宫女勾搭。微臣已经将佢两个狗男女处死了。丞相，你今晚做乜嘢？连呢啲芝麻绿豆嘅事都话俾朕听。皇上，微臣最近听到一啲谣言，话微臣有好多事隐瞒皇上，所以为咗表明心迹，微臣准备以后大小事情都一一向皇上直告。丞相，你既然知道系谣言，可以不必理会。总之，朕知道你是忠心，咁咪得啦。启奏皇上，咩事？奴才头先巡视御花园嘅时候，喺荷花池见到。见到乜嘢？见到皇后喺个水度。喺水做乜嘢？皇后已经归天啦。皇后归天？皇上主君。奴才该死，你当然该死。你哋管理御花园，你竟然敷衍失责，连皇后跌咗落水池都唔知道。人嚟，将呢个罪该万死嘅奴才推出去斩。皇上可以，皇上可以。你咁快就离朕而去，请皇上节哀，保重龙居紧要。朕觉得有啲奇怪，皇后咁夜去荷花池做乜嘢？又点解会跌咗落水？可惜连陪伴皇后嘅宫女都死埋，如果唔系，都可以向佢查问下。死咗都要查？朕觉得呢件事一定有啲蹊跷。微臣一定尽力查明究竟。
唔好食啊？好食啊，仲好食过你以前俾我食嗰啲啊！梗系啦，头先娘娘话俾我听，你等我唔到发脾，我咪攞啲靓啲嘅饼嚟俾你食咯。系啊，点解你约啲人去别馆，你自己又唔去啊？哦，我要同你父皇商量国事啊嘛。哦，你约咗父皇谈论国事，又点解有人去别馆等你啊？你唔好发脾气住啦。头先中途发生咗啲意外啊嘛。乜嘢意外啊？你母后失足跌落荷花池，而家浸死咗啦。母后失足跌落荷花池浸死咗，咁以后我咪唔可以见到佢咯？咁啊系啊，不过你见唔到佢好过见到佢啦。点解啊？你知唔知啊？人死咗啊，会变鬼噶。你怕唔怕鬼啊？我怕噶，我唔想见母后咯。咁你记住啦，以后提都唔好提起母后，佢有鬼就唔会嚟揾你噶啦。啊，以后我唔讲母后啲嘢噶。博丽，呢个别针上嘅宝石系价值连城嘅。呢支别针咪好似贵妃娘娘嘅？冇错，当年娘娘第一次俾皇上宠幸嘅时候，皇上御赐俾佢。好靓啊！呢个别针，波丽，娘娘为咗加起你所立嘅功劳，特登叫我将呢个别针转送俾你。呢个别针咁名贵，我点配啊？你唔使推辞啦，娘娘话你办事用心，叫我送咗俾你噶，你收咗佢。真系好靓啊！多谢穆丞相。娘娘对我咁好，我一定要好好孝劳娘娘。咁就好啦。而家娘娘喺别馆等紧你，你翻去啦。系，奴婢先行告退。你哋会喺度嘅？点解？我问你点解又会喺呢度啊？穆丞相话贵妃娘娘要召见我啊嘛，我咪即刻嚟咯。点知嚟到又见唔到贵妃娘娘？系咩？梗系啦，我呃你做咩啊？系咧？点解你手嗰度会揸住贵妃娘娘嘅别针啊？啊？呢个别针系贵妃娘娘上一次俾我嘅。正话你咪话唔见贵妃嘅？咁佢点赏赐俾你啊？呢个别针系穆丞相亲手交俾我噶。我话你分明系讲大话，你乱讲，简直前言不对后语，一蛇贵妃，一蛇丞相，究竟边度嚟嘅？迟奶，呢种人唔使同佢讲咁多，杀咗佢！出嚟，我都觉得有啲奇怪噶啦。我呢排成日唔见咗首饰，原来系波拉偷咗。微臣为咗杀一儆百，已经将个贱婢处死。好，呢种人根本系罪有应得。丞相，在皇后嘅事处理成点啊？已经进行得七七八八噶啦。仲派人去通知咗思琴公主。思琴如果知道佢母后归天，一定好伤心。大人，段英同二王子翻咗嚟，就快入宫噶啦。点会俾佢走得甩？大人。
段英呢次翻嚟，我哋要小心应付佢至得。我要即刻入宫。大人，你放心啊，段英今次唔系打胜仗翻嚟，我哋好容易摆布佢嘅啫。禀告贵妃娘娘，咩事？二王子、平南大将军同杨将军在殿外求见，传佢哋入嚟。系。拜见贵妃娘娘，不必多礼。系咧，你对平乱战果如何啊？微臣真系惭愧，今次平乱系失败回朝。贵妃娘娘，乱党人强马壮，我军力薄势孤，唔系佢哋嘅对手。娘娘，我想即刻求见皇上。皇上已经下旨唔接见任何人，大将军你有事嘅，先同丞相商量啦。我有事要当面禀告皇上。我想问下，点解我曾经派人送咗好多封告急文书翻嚟，都好似石沉大海咁，音讯全无。但系皇上已经亲自下旨话唔接见任何人嘅，我又点敢抗旨呢？娘娘，或者父王知道段总管翻嚟，会接见都未定呢。二王儿，你唔系唔知你父王嘅脾气噶啦，佢话一就一，话二就二噶嘛。如果你哋真系有事嘅，咁我要喺听朝早朝嘅时候向佢面奏噶。况且皇上最近身体唔系几舒服。父王有咩事啊？唉，佢忧伤过度。皇上忧伤过度，因为皇后失足跌咗落荷花池，发觉得太迟而抢救不及，已经归天。是几时的事啊？如果你哋翻早嚟两日，仲可以替皇后送终嘅。皇后点会无缘无故跌咗落荷花池嘅呢？大将军，咩叫无缘无故啊？你咁讲法，即系怀疑皇后俾人谋害，系咪啊？娘娘，将军，贵妃娘娘，平南大将军一时悲愤过度，先乱讲嘢啫。贵妃娘娘，你千祈唔好见怪。将军，我哋先回府休息。平南大将军睇嚟确实需要好好地咁休息下啦。咁我哋先行告退。微臣告退。平南大将军，穆丞相，你几时翻嚟？我哋啱啱先翻嚟。穆丞相，平南大将军听闻皇后去世，一时忧伤过度，想先回府休息。好，我都唔阻两位翻嚟休息，先行告退。娘娘，母后究竟系点死噶？二王子，臣儿先能告退啦。真金会对我始终都咁冷淡，一时之间要佢对你毫无成见，我睇好难嘅。看來他對段英還好過對我。提起段英啊，我剛才被他問到差點不懂得答啊。他問你什麼？他問他的告急文書為何入了朝之後有如石沉大海，我就叫他明早早朝自己去問皇上咯。你怎會叫他問皇上的？那不是怎麼你都不知道我剛才擋駕擋得多辛苦，還在埋怨人。我不是說埋怨你，在段英见皇上之前，你在皇上面前一定要讲多几句说话，你识点讲噶啦？
皇后呢次去世实在太突然，我深信是另有内情。公主身怀六甲，即将临盆，呢个消息唔可以俾佢知道。皇后嘅死因，我一定要查清楚。我哋从边度着手？我去揾殿下爷。师傅啊，你翻咗嚟真系好啦，又多个人同我玩。殿下爷。皇后去世，你系咪觉得好难过啊？我唔知噶，我乜嘢都唔知噶。殿下爷，你师傅啊，我求下你啦，唔好讲母后嘅事，我真系乜都唔知噶。皇后嘅死因你一定知道，话俾师傅听。冇啊冇，师傅啊，你都系走啦，我真系乜都唔知，你唔好问我啊，你唔好问我啊。微臣在，你战败归来，有何事启奏？微臣今次未能将反贼扫除，实在有父王命。父王，今次反贼人多势众，段总管虽然英勇善战，但系敌众我寡，实非战之罪啊！父王，反贼真系咁厉害？启奏皇上，如今反贼人数已达百万之众，自称明军，剑刀金陵。定国号为明，沿途各省以为反贼所陷，军情危急。皇上，以目前形势来讲，一时难以收复失地。而家最紧要嘅就凭借黄河天险，阻贼北上，然后集中兵力向贼人反攻。卑职今次全靠大理援军同二王子及时相救，此能逃出生天。不必多言。尚有何事启奏？末将有疑问，不得不再烦扰皇上。走来，平南大将军于前危险之时，数次派人入京送上告急文书，但系救兵迟迟未到。有数次告急文书，但系朕只系听真金讲过一次。丞相，在有冇件咁嘅事？启奏皇上，微臣亦只系收过一次。当时微臣认为京城亦要重兵拱卫，不能派出大批兵马前援。后来二王子亦要领兵增援，以段宗嘅骁勇善战，系应该战无不胜。皇上，朝中所有奏章必定经过丞相过目，丞相点会话未收到我多次告急文书呢？末将怀疑有人从中作梗。杨将军。你说话要讲清楚啲，唔可以含血喷人。我身为天朝丞相，食君之禄，担君之忧，唔通天朝战败咗，我会觉得开心？况且喺兵荒马乱嘅时候，送告急文书嘅人随时都会遭遇不幸，点可以话有人从中作梗？穆丞相，不必争执。段英，你不必再找直路，朕派王爷帮你出生入死。你都可以战败，尚有何言？微臣罪该万死。段将军，恕我冒昧讲句，你今次战败翻嚟，皇上并未加罪于你，但系你就试图狡辩，你咁样做，只可令皇上更加痛心。算啦，朕呢次好失望。朕原本以为。派段英出战可以马到功成，好似远征西魏咁，建立显赫战功。但系结果呢次无功有过，朕一直想法分明，平南大将军之职马上解除。丞相，在代朕接任。遵旨。退朝，退朝，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。
艾妈，你出门口睇住。哦。真金，你唔识饮酒，冇可能饮多酒啦。你仲嬲我？就算我有错，我可以容忍任何人对我嘅轻视，但系你系我一手养大嘅亲生仔，你咁样睇唔起我，你知唔知我几难过？再过两个月，我入宫就足足二十年。喺呢二十年里边，你知唔知我过嘅系乜嘢生活啊？知，我点解唔知？你食嘅就系山珍海味，着嘅就系绫罗绸缎，瞓嘅就系高床软枕，做紧一个好尊贵嘅贵妃娘娘啊嘛。系，表面睇嚟我系好快乐，但系多年嚟我孤枕独眠，皇上嘅妃子多不胜数。有时成年都唔能够嚟我宫中留宿一晚，唔通就系因为咁样，你就系咁对父王？父王，父王，做咩你咁争住个昏君啊？父王一向都待你不薄啊，都系因为佢以为我为佢生咗你。其实你都见噶啦，宫中咁多妃嫔，有几多就系咁终生不见天日，老死喺宫中。我就差啲成为佢哋其中嘅一个，好彩丞相同情我嘅遭遇，后来有咗你，我哋将计就计，皇上先封我做贵妃咋。既然你已经做咗贵妃啦，咁就唔应该再同穆丞相来往啦。其实我都想同佢一刀两断嘅，但系佢唔肯，佢用你嚟威胁我。我为咗你嘅前途同埋安全着想，我只有就范。一日都系你自己唔好，有痛脚俾人哋揸住。而家讲嚟仲有咩用啊？真金，娘亲一切嘅指望都喺你身上噶啦。你都无谓咁难过啦。你咁难过，都系于事无补。你而家愁眉苦面咁，债我更加唔安乐嘅啫。真金，只要你肯原谅娘亲嘅，我就于愿以偿啦。系二王子，好似成个人都变咗。以前佢好开朗，但系最近佢就沉默寡言、闷闷不乐咁。可能因为佢母后过咗身，再加上佢同美奴嘅感情。二王子唔知道美奴同阿里好好嘅咩？感情嘅嘢好难讲嘅。我都系去开解一下佢先得。掌管，清楚。掌管，唔知揾我有咩事呢？二王子，有件事我想同你讲。所谓大丈夫何患无妻，姻缘系由天注定，并非人力可以强求。你嘅意思系？你同美奴嘅事，阿海都话晒俾我知。我虽然系美奴嘅阿爹，但系佢同阿李日久生情，我都冇办法阻止。总管，你误会晒啦。你唔使否认。今日你虽然唔能够同美奴成其好事，或者有一日你会揾到一个比美奴更加好嘅女仔。冇错，我承认我系曾经好喜欢过美奴，但系我知道佢心有所属之后，
我已经再无非分之想。但是我见你仲系心事重重咁。哦，冇，冇乜嘢。如果冇就最好啦。系咧，呢两日我想翻云南一行。你咁快就走啦？我好想早日去睇下公主，但系未查明皇后去世嘅真相之前，我又唔能够安心起行。我都觉得母后嘅死因值得可疑。我曾经去揾过殿下爷，想响佢口中探到一啲消息，但系我咩都问唔出嚟。咁不如等我亲自去问下佢。咁都好嘅，你同我系兄弟，可能容易啲探到真相。好，我一有咩消息，即刻嚟通知你。好。啊，真鸠，乜有饼食啊？系啊。我谂咧，你梗系同穆丞相一样，去别馆度偷嘢食，系咪咧？我每次见到穆丞相同贵妃娘娘一齐啊！我就有好多餅食嘅咧，王兄，你千祈唔好亂講嘢。我知道嘅啦，穆丞相又咁同我講嘅，你唔使驚啊，我唔會講出嚟噶。我知道如果我講出嚟咧，你又會好似我穆丞相咁唔俾餅我食嘅。乜你去親別館都見到穆丞相嘅咩？係啊。咁母後跌落荷花池嗰晚，你有冇見過穆丞相啊？你冇提起母後嘅事好唔好啊？冇提啊，冇提。点解？穆丞相话过噶，千祈唔好人哋面前睇母后嘅事噶。如果睇母后嘅事啊，母后嘅鬼魂啊就会嚟揾我噶啦。啊，正金啊，正金，正金，你去边啊？我揾穆丞相。穆丞相。穆丞相，你让我出嚟！穆丞相，二王子，我有嘢质问你。咩事咁紧张？你老老实实同我讲，母后究竟系点死嘅？佢咪唔小心跌落荷花池浸死嘅咯？你仲想呃我？一定系母后知道你同娘娘嘅秘密，所以你就下此毒手，系咪？冇错。是我派人杀死他。你仲有冇人性噶？本来我都唔想咁做。你简直就丧尽天良。皇后知道咗我同你生母贵妃娘娘嘅秘密，如果我唔先下手为强，等佢告发我哋，我哋一定唔得掂嘅，甚至牵连埋你。皇上为咗掩盖丑事，一定连你都杀埋。你知唔知啊？就系因为你同娘娘嘅丑事，我心未有一日安乐过。你又何必咁介意？如果我块面皮好似你咁厚啊，我一样唔会介意啊。你唔怕丑啊，我都怕丑噶。而家连王兄都知道你同娘娘嘅秘密啦。殿下爷知道有乜所谓？冇人会信佢讲嘢，唔通咁样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啊？我唔系咁嘅意思，不过我话殿下爷知道咗，等于冇人知道啫。目前我最担心嘅仲系段英，你又想点对佢啊？我咩都冇想，你唔好乱讲。二王子，你再想清楚，做事一定要权衡利害。总管啊，我问过殿下爷，但系咩都问唔到啊。我一直觉得好奇怪，点解个宫女会同皇后一齐浸死？可能因为宫女见到母后跌咗落荷花池，
所以就下去救他，但是自己又不熟水性，所以就雙雙溺斃。總管啊，乜你仲懷疑母后嘅死因係俾人謀害嘅咩？唔怕老實同你講，我懷疑係穆丞相同貴妃娘娘所為。有件事我唔知應唔應該同你講。咩事呢？原來丞相同貴妃娘娘是有奸情。皇后都知道这件事，丞相或者为了这件事要杀人灭口。在出战平乱的前夕，我已经发现了这件事，我打算杀敌回来才禀告皇上。那你告诉父皇听没有？未，我呢次战败归来，皇上已经好唔开心。我又无凭无据，佢更加唔会信我。二王子，依家你都知道呢件事，你要小心丞相加害于你。总管，你放心啦，我睇丞相都唔会对我点嘅。我听日就要翻大理，你自己多多保重。我会噶啦。你记住，我哋一齐依计行事。拜见贵妃娘娘，穆丞相。驸马爷免礼。微臣有事要启奏皇上。哦。驸马爷，你嚟得真系唔着事啦！皇上心情欠佳，已经下旨唔接见任何人。皇上又心情欠佳，唔见任何人？系啊，自从皇上知道驸马爷战败嘅消息之后，就一直郁郁不乐，心情一直都未开朗过。但系我有要事启奏皇上，请娘娘代为通传。唔知驸马爷有咩紧要嘅事呢？因为我听日要赶返云南，想向皇上辞行。驸马爷，你听日真的要返去云南？是。可惜皇上下咗旨话唔接见任何人。啊，不如咁啊，等一阵我见到皇上就将驸马爷要返云南嘅消息话俾佢听。如果皇上要接见你嘅，佢一定会召你入宫噶。咁好啦，有劳贵妃娘娘。唔使客气，微臣告退。驸马爷请便。天色不早，行过呢个山坡就有客栈投宿。哎，行快啲啊！哎，行快两步，兄弟，行快两步，行快两步。
二王子，为什么你会来到这里？没有，我今早本来想跟你送行，但是来到你府上你已经起了情了，所以我只是赶来这里。刚才那群山贼一见到你来就走了，真是奇怪。他们以为二王子一定带很多兵马，所以就走了。是啊是啊，一定是这样。这一带的山贼既然这么猖獗，我看到快点离开这里。杨将军说得对，总管啊，你都是越快起程越好啊。好了，阿海，找回家丁准备起程。是。总管啊，我去过去帮杨将军守啊。甜头在心中。